给你开玩笑的啊。你每一次都被人陪笑，不是很苦闷的吗？你想笑的没事。你想一下，你后期是吧，也恢复单身贵族追逐梦想的。把凳子拿走，这边什么情况？是把凳子拿走了。烧点菜吧，对，也采访报告是。啊，非常好，菜。